因为那只小羊，它从这个围栏可以钻出去，知道吧？它老是跑出去，所以我才把它放在后院的。那个后院呢，估计还要个把月才能弄好，因为我只有10多天就得结婚了，没有时间，时间不是很多，管不过来，所以慢慢来。再次重申一遍，那只小羊崽，我不会吃的，我是不会吃，吃它干嘛呀？这只小羊很听话，很粘人的。你要我去吃它，我是舍不得吃它的。你看它现在在干饭，如果我一走，它立马会跟着我来，它饭都不会吃。看好啊！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？多乖，它要跟着我，它特别粘人。